图腾柱算是这个公园必定参观的景点之一，另外一个一定要去看的就是狮门大桥了。它其实呢跨越了西温哥华和北温哥华，这里你可以看到一大个海了。来到古色古香的小镇，当然会有很多旧东西可以看。这里有五六十间的古董店，无论是家居摆设或者在你真实生活里面用到的东西，这里都找得到。出走地图星期六于新时代电视二台播出。